这条项链，我不能收。你不是一直想让穆安城吃醋吗？怎么，关键时刻松了，真不可爱。老爷，夫人也在里面。在，不在。 姐姐掌管家务好辛苦，妹妹亲自下厨做的养生汤特意拿来给姐姐尝尝。我看完账本再喝。那我就不打扰姐姐了，去把唐让叫过来吧。是你，阿和，阿和，老爷，他之前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老爷的。 不知道跟哪个野汉在外面偷情回来的。我在府里还藏了一些钱，我们拿上钱去逃出去。你们两个人，没有奸情。你知道他背叛了我的乡长。你知道我太多秘密了。之后。 生意要做，我可没钱。幕府的财务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带出府。这件事情，我自会处置。杀亲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我要让他一步步失去一切，求生不能，求死。